为什么会上海会变得那么热啊？上海夏天本来就比北京热，这里比较靠北。那我也觉得北京上海的那个热是湿热湿热的，就是闷，很难受，衣服会粘在身上。跟台湾那种热，对啊，起码在这儿，我们在室温下面还是有风的，干燥。而且我觉得北京的冷没有上海那么难受。是的。它会比较倒冷，北京比较北，它会比较潮湿。去年的上海好冷，好冷，好冷，那个喷水池啊都变成冰雕了。你都看我拍的照片，那是拍戏也是啊，都结冰了，房子前面的喷水池结冰了，疯狂的冷。我这些东西先把我弄开。体感温度，就上海体感温度比较低，可能它温度呢不及北京低，但是你体感温度会觉得更冷，湿嘛，再高一点，我再高一点。而且上海冬天内景也冷，内景比外景还要冷，湿冷，对，它潮。